们今天要去搭蒸汽火车，跟着地上的这条蓝线走。这车票很贵的嘞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搭的下一班车是早上的11:30，对，有一个时钟，准备买票。How much for one person? $28。现在要上车了，然后我想要坐在比较后面的车厢，因为这样等一下火车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拍到一整条的火车。拜拜。拜拜。找一家餐厅来吃午餐。来这边到现在为止，我只吃过肯德基跟麦当劳。然后今天终于第一次要在餐厅吃饭了。